大家好，我们将在10月28、29，在10月28、29，在新山 New York Hotel， 在新山 New York Hotel 举办2天1夜圆满人生成长生活营，圆满人生成长生活营，欢迎喜欢学习的朋友，大家一起来参与哦。等你哦。来，我出发了。